不给人家看的那个包牛仔裤、欸、外包装就是现在这个，是牛仔裤嘛，对不对 ？Polo jeans 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什么？什么？哇！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快点，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还有资格呛可为哦？给你一个机会，你现在出来跟大家道歉。果冻姐姐，不要讲话，果冻姐往前走。来来来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怎么？它不是剪掉吗？怎么会抽出来？送一个给你，你自己抽一张，送一个给你，好不好？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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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看的都来看。里面很多，自己抽一张，翻开来看，对，自己抽一个给你。那不是男生啊？有看到，有看到，是我自己哦。好低级哦，好多，好多，他们两个好兴奋哦，而且好多，这两个男生好兴奋哦，太夸张了，真的。阿威，你怎么了？你尺度好大哦，太夸张了。前面介绍浴缸有没有？对啊，洗澡地方多舒适，多美丽，多优雅。我终于知道你家为什么要用成那样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家百口莫辩，那个怎么会播出来了？哎，而且你还不是有这个东西，你还是在收藏哎。而且是一堆，好多好多。你有还有在收？我跟大家讲，它是什么好不好？我们不敢拿出来，里面都是第三点的。真的爱情动作片就是那个，对啊，就是你有在收集吗？那个 A 片的第三点啊，你说的这个第三点啊，而且整袋的 A 片赤裸裸写真版呢，还敢说我？你知道我们这个这个连马赛克都没有啊？哎，你知道我们这个不能拿出来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要整张遮住，因为不然这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播的。谁敢遮他呀？你怎么敢摸啦？你怎么还？不是我想找一张，有没有可以给大家看，证明我们没有在乱讲。这一个可以，我每个都漏第三点呢。这个哇塞，好背面，天啊！不能这太棒啊！太好，正面可以，是正面，他因为他没有漏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大概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保守的一张，最保守的一张，其他都有局部哎，真的好多哇，太扯，这么多哎，多，哎，你这个是你在批货吧？对呀、啊，好啦，你怎么了？我解释一下，因为其实呢。我就跟我的姐妹她在聊天，然后那天聊天就是聊说，其实没有看过，就是我们几个姐妹她都没有看过成人影片，就是太多了吧。所以其中一位姐妹涛呢，她的奶奶的朋友在开那个就是光碟的中盘商，然后就随便就是拿一批就是给我们要分享这样子。你们这一批也太多了吧？这一批怎么请问很豪气啊？认为唐玲这样说是借口的话，请举圈。是真的啦。请问你认为唐玲信号鱼色的话，请举圈。你不觉得太恶心了？对呀、啊，可为你客厅那个东西，坦白讲，是不是唐玲送的？我本来不想讲出来。到目前为止，可为可以被接受哎。对啊，你是个被救赎的。唐玲那个今天算是今天的最重嫌的了啦。是我真的是百口莫辩，因为我们要真正。我宁愿去闻他16岁的睡衣耶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睡衣在哪？如果啦，两个相较之下。那我在想说，哎，那刘一星有什么好看的吗？最后了，好不好？我的还不错。我看一星的东西，来请看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家，后面的好可爱呀，我的哥哥。后面的壁纸的花色跟沙发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赶快来我的房间吧。欢迎来到我的房间。你的家还是租的？买的，买的，买的。跟爸爸妈妈住吗？对。这边跟这边，还有只狗狗，没有都后冠呢，好虚荣，都你得到的吗？真的，还是后火车站买的？没有，等下你是用选美来敛财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好，你可以攻击人家。这是莫斯科的红茶，然后这是各个国家的哦。去了很多个呢，里面有英国啦、法国啦，参加过几次选美？8次，然后像七次都得奖，几乎都得奖。这边呢，桌面上大家看到的包包是我收集了很多年，这个是 LV 去年夏天的 Chanel 的布局的。真的是拜金，熊内哦，那戴了钢帽，那是刘子轩吗？熊内哦，熊内哦，而且每个熊内哦，这个东西超级厉害，是我朋友送我的，大
大家一定想不到。又是 Hello Kitty。对 ，Hello Kitty 的盒子麻将哦。当当当，是我的麻将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而且这样，这边骰子这边都有个蝴蝶结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们的筹码上面都有。要认真的看它的可爱哦，好不好？好可爱。因为这种可爱大概稍纵即逝哦，真的。这个很有用，真的通天财神。之后发现我的收入有增加，哪有我的黄财神比较厉害？这个很厉害，我那比较厉害。这个放床头可以吗？哎，对啊，你们在床头放吗？对啊，放床头放。这个一定很喜欢。不行。最近这个月买的，那不跟我差不多，这不一样，这又换哪里不一样？连狗都兴奋了，它站起来了。这个大蝴蝶卡在外面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找不到穿的。我到蝴蝶结只有放在头上过，从来没有放在那里过。哎，你跟可唯真的是同号中人呢。我的不一样，其实很多女生都有。时间到了几点？那到最后，我们要大家快速的看一下，刚刚那么可爱哦，粉红麻将哦，哈，啊，选美八次，有七次都得奖。最好的名次是什么？最好台湾的冠军，然后去希腊跟50多个全球的嘉丽宾，然后得到第四名跟最佳上镜最佳友谊小姐。哇！然后亚洲小对亚洲小姐最上镜的刘一星，这么有什么东西？槟榔，当然。槟榔，槟榔，你吃槟榔？刘一心吃槟榔，不是副业在卖槟榔，这个要先拜一下才能来。是不是穿这个然后卖槟榔？没有啦，原来他槟榔西施吗？这个很厉害耶，这个是拜那个财神跟桃花。这个可以拜桃花，对，而且所以你才可以得冠军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最近这半年才人家告诉我，因为它一定要包叶的，因为你有叶子它才会发芽，才会长大，就是说你的财运会源源不滚，一直长大。这是一种邪术吗？不是邪术，所以要穿这个养小鬼看。没有养小鬼。他连目前有谁比你更邪？告诉我，你才中邪了。我是冤枉的大人。然后这件裤子，这很可爱哦，女生夏天营业用的吗？它没有底耶。有很多层，所以你其实前面是看不到毛。不是，我问你，就是这会看不到毛，这个怎么会看不到毛？小贱，那个都会擦出来，会啦，就遮不住。你这跟可唯有什么不一样？对啊，为什么可以笑可唯笑这么？然后你还在攻击他？这个可以当安全裤哎，屁啦，屁股都遮不住。可以啦，这也是，这怎么可以当安全裤？而且还有蝴蝶结在前面，这不是很可爱？我手上这件你是穿过吧？没有，这个洗过，我有2件。有没有穿过？有穿过，穿过几次？是晚上睡觉穿啊，睡觉还敢说那个也是蕾丝的，而且半透明，好不好？莫哲，莫哲，这我你瞧一下正面，我瞧我不敢瞧了。就这样，带我去买，好，我带你去买，便宜很便宜。我说实话，我宁愿翁子琪的那个裤那个塑身衣，很好哎。你希望女朋友穿塑身衣还穿这件？你老实说，塑身衣像阿妈，塑身衣这是比较性感，穿这件啊。但是不是我跟你讲，塑曲线，金姐，但你要听我讲，塑身衣 OK， 但是不要阿嬷的塑身衣，对，他的是阿嬷的塑身衣啊，塑身衣都这么大件啊，对，可是他的他比较不美就是了，他的已经泛黄了。但是我说真的，如果第一天有个女朋友就是啊跟你一起回到家里，哎，到我家看电视啊，她突然穿这样出来，你会怎么样？不会，这只有自己睡觉才会。如果第一天她就穿这个出来跟我碰面，哎，我会问她我们可以用结婚为契机。好逻辑，好三一位啦，谢谢各位啦，谢谢，不用再想了啦，我终于知道我们错了，错成这个样子 ，maybe 这样才是对的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我价值观被扭曲了，我没有办法主持下去，再见。